5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尽速就定位，谢谢您的配合。各位同学，请尽速至戏台前面集合。各位同学，请尽速到戏台前面集合。请各系所同学赶快到系台前面集合。对。各位同学，请加快你们的脚步。喂。1分钟后开始，请各系所同学尽速到操场中间集合。
特教系四金系。请语文班同学、视经系同学还有特教系同学尽速就定位。典礼及运动会即将开始，请各系尽速就定位。来喝萨利嘎嘎马布隆，各位师长来宾，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及一将嘎固，我是语文班阿美族的一将郑云慈。我是义产班台湾族的布达都彦阿福阿兰陈世俊。很荣幸担任校庆大会司仪，欢迎各位的莅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69周年庆祝大会暨运动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奏乐。全体肃立，主席就位。会旗进场，
生慧琪。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鞠躬礼，请主席面向国父遗像，请脱帽，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覆帽。来宾请坐下。校长致辞暨介绍来宾。好，谢谢今天两位司仪，还有刚刚引领唱国歌的原住民同学，让我们原味十足。各位贵宾，各位同学，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让我先介绍一下今天莅临本校校庆的贵宾。首先，我介绍一所大学古元光古校长。再来，树德科大郭辉明副校长。再来，我们校友台中市东势高工周文松周校长。再来，我们校友总会总顾问蔡国斌蔡先生蔡经理，也是国文系杰出校友。我们叶子超叶处长，来自澎湖的校友会会长，是，还有刚到的我们黄杰黄议员。再来介绍本校的师长唐燕瑜副校长、李昭荣副校长、杨巧玲教务长、蔡俊贤总务长、杜明德学务长、我们研发处谢建元处长、校安执行长鄂建志、我们理学院洪正芳院长、我们秘书室主秘陈竹上教授。在我左手边是今天受奖的杰出的教师、员工、同学，也给他们热烈的鼓掌。在我右手边是音乐系王湛主任所领导的我们音乐系的乐团，也请大家鼓掌，谢谢他们。好，今年是我们高师大69周年校庆，首先要大声地说高师大生日快乐。今年的主题是六九翻转，高师大好。如何让高师大好呢？高师大维持师范两个字，可是我们已经是综合大学，以培养国中小教师跟社会多元人才的培育为核心目标。我们提出三生的经营愿景，希望教职员工生在高师大的环境都能够积极的生长，都能够培养很高的生产力。我们经营两校区成为具有生态的绿色大学，那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配合 ESG SDGs 的精神，永续高师大，我们采取行动，提出 TAKE，T 是 teaching， 从教学来迈向永续校园 ；A administration 行政，从行政各方面落实永续校园；第三 ，K 是 knowledge， 从研发，从知识的一个累积，大数据的累积，创造永续的校园的基础；最后一是 extension， 从大学社会责任 USR 推广本校的永续经营的理念。那最后当然更需要我们教职员工生一起落实绿色校园高师大永续经营的这样的愿景。最后祝福今天的运动的同学争取最好的成绩，不过要注意安全，也祝福各位贵宾、各位同仁、各位同学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今天天气很热哈，我们首先请一所大学我很敬佩的古校长来为各位勉励几句，来鼓掌欢迎古校长。好，一所我们高师大王校长，还有我们最近要出来竞选立法委员的我们的黄杰黄议员啊，以及在台上的我们所有的师长贵宾，还有要来领高师大杰出校友表扬的我们的各位受奖人，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天气好吗？太阳很大，对不对？所以我只讲一个，我代表一所大学全体师生来祝贺我们高雄师范大学69周年生日快乐，祝校运昌隆，各位师长、各位同学身体健康，谢谢。
我们谢谢我敬佩的古校长。接着，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黄杰议员跟我们年轻的学子勉励几句，来。谢谢校长啊，因为我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话不多说，祝各位校长、贵宾、同学生日快乐，校运昌隆，谢谢。谢谢黄议员，也祝福黄议员心想事成。颁奖，颁发教学杰出、教学优良教师奖、教学杰出奖。王本英教授、叶以任教授、许敦伟教授。教学优良奖。黄炫植教授、吴佩芳教授、韩碧季教授、陈伯信教授、郑廷颖教授、姚村雄教授、曾荣梅教授。恭请校长颁奖。校长，恭喜得奖老师。颁发学术研究优良教师奖。江龙翔教授、夏允中教授、陈建成教授、王震教授、林嘉庆教授。恭请校长颁奖。谢谢校长，恭喜得奖老师。颁发优良导师绩优导师奖。张淑美教授、郑真真教授、苏珊玉教授、吴玉珍教授、柯景元教授、陈美瑜教授、范思纯教授、杨怡玲教授、蔡颂德教授。恭请校长颁奖。谢谢校长，恭喜得奖老师。颁发整合行政服务教师奖、行政服务奖。廖本煌教授、洪振芳教授、廖坤宏教授。恭请校长颁奖。谢谢校长，恭喜得奖老师。颁发模范职员绩优工友奖。谢叶希女士、刘珍一女士、王振尧先生、王冠志先生、庄凯琪女士、蔡千妍先生、郭凤达先生。恭请校长颁奖。
校长，请校长回座，也恭喜得奖人。此外，在这边也要感谢财团法人高师文教基金会、财团法人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术基金会长期以来对学校的支持。音乐响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音乐系管乐团是由一群充满活力的本校音乐系管乐高手所组成。今天管乐团在音乐系王湛主任的带领下，特别准备了两首乐曲来表达学校师生以及校友对高师大的祝福。第一首乐曲是《在老橡树上系一条黄色丝带》，第二首是《我这么可爱真是抱歉》。借由这两首经典乐曲，恭贺高师大69岁生日快乐！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音乐系管乐团。
感谢王湛主任带领的管乐团精彩演出。运动员宣誓，由本校排球队荣获亚运国手，体育学系林静怡同学代表宣誓。有，静怡同学与本校女子排球队以精湛的举球技巧及牺牲奉献的精神，全力以赴为高师大争光，并在109、110、111学年度全国大专排球联赛连续两年获得第三名佳绩，并荣获112年杭州亚运国手，期许明年更创佳绩，勇夺冠军。全体运动员立正，各系旗出列。运动员宣誓，我们是高师大里一群热爱运动的学生，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和展现力与美的境界，齐聚一堂参加比赛。在此，我们愿意以崇高的道德、良好的风度参赛，遵守大会一切规定，服从裁判之判决，特此宣誓。宣誓代表林静怡警示。中华民国112年11月3日星期五。各系旗复位。全体运动员稍息。来宾及师长请起立。唱校歌。感谢音乐学系赖玲玲、陈宏伟、詹礼月和黄品树、黄瑜君、陈彩艺同学领唱，及由王湛主任所带领之高师大音乐系管乐团演奏，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们。李成奏乐。运动会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由体育系运产班同学带领全体师生一起进行大会健身操，请校长及各位贵宾师长移驾到司令台前方。今年的大会健身操有别于以往枯燥的训练方式，将融合强烈的节奏，挑战你的肌肉与心肺，使你的运动更有效率。运动与音乐的同步，让我们更忘情的投入，而透过力量与能量的提升，将使我们获得身心健康。
各位同学，让我们用最棒的活力一起动动身体，也为今天的运动会宣告正式开始。现在将时间交给体育系的万荣恩同学。喂 ，OK。大会操进场，全体同学以音乐学系、美术学系为重要舞为准，站开。各位同学、校长、老师、长官们好，我是体育系四年级的万荣恩，由我来带领大家跳运动会大会操。音乐。蹲转。深蹲，右脚弓箭步，深蹲，左脚。踏步预备，右边，再次，好，踏步，左脚，好，注意听音乐哦，踏步，小跑步，垫步，下播。
谢谢大家。感谢体育系及运传班同学为我们带领正宣操，请各位师长回到司令台观礼。全体运动员向后转，运动员退场。将由运动竞技与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同学进行开幕表演，一起相聚。运产专班已成立第六年，由来自台湾各地不同族群的优秀原民青年学子所组成。本次校庆表演，运产班将以族人对于部落、家人、自己的文化都有着美好的记忆。歌词内容诉说着我们要团结一心，希望借由此舞蹈能够与离乡的族人以及喜爱原住民文化的师长同学一同欢唱跳舞之外，也能团结一心参与所有运动项目，并为高师大运动会揭开序幕。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产班的勇士及姑娘们，为我们带来一起相聚，借以祝福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六九翻转，高师大好。
产班带来的开幕表演，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接下来将进行我们运动会重头戏啦啦队竞赛，今年有16支队伍共同竞争角逐。在创意啦啦队竞赛中，各系的表演集结创意、造型及团队精神，搭配时下流行音乐及元素，展现高师大学生热情与活力的一面。在奖励方面，除了颁发前6名外，也将颁发最佳创意奖、最佳造型奖、最佳精神奖3项大奖，希望在此项竞赛中推展运动风气，促进同侪间的情谊交流，以展现自信、乐观、自我激励的精神。现在宣布创意啦啦队竞赛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请啦啦队参赛队伍尽速至运动场就位，即将开始比赛。另外，欢迎各位师生及来宾可以前往活动中心1楼大厅，